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
这狗剩子老欺负我。主人呢？你带我去哪儿呀？去哪儿？去你该去的地儿。哪儿呀？屠宰场。你别吸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他塞不住了。哎呀，去！真的哎。睡查岗了，查岗了，你起来呀你啊！那我还不信我叫不醒你，你去一边去，没你事。兄弟，你起来，去去一边去。兄弟，你是不是凉了？凉凉了，我一抢救过来，一二一二一二，醒醒，起来，一二一二。兄弟，你咋说走就走了呢？兄弟，你醒醒啊！一边哭去，醒醒，起不醒你？起不起来你？兄弟，你走了，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？兄弟，坚持住，兄弟，装还装的是吗？快起来！赶紧的啊、哦！你倒是出个声啊，兄弟你！去去去，一边去，别捣乱！我还就不信了，兄弟，开饭了，兄弟！啊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！你接着睡呀、啊，你啊！不开饭了吗？你可算醒了，走吃饭去！这干巴的咋吃啊？起来，来两口，不喝两口水都咽不下去。那我给你加个三，来，快点！你再给我整点水，我泡个澡。这么点水够谁洗啊？个个都这样，洗吧啊！什么叫个个都这样？让隔壁的老狗看见，还以为我洗不洗澡呢。再上一桶，烧开了再上一桶。不，你哪那么多事儿啊？这回温度合适不？哼，还睡觉呢？自己什么身价不知道吗？起来！啊，人干啥呀？咋了？啊，干啥？干活去！把那菜园子给我浇了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今时不同往日喽，当年的身价一去不复返呐。哼，现在啥活都得干，饿了就吃土，
媳妇也说不上，咋整啊？难呐！哎，想啥来啥。今天，哎呀，我老朱抢个亲，这一下子给我戳的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等会儿呢。等会儿，别走啊！哎呀，这脚！哎呀，等会儿你们慢点开呀，兄弟，别录了，你下来帮一下。哎呀，干嘛就扔了？